男生眼中的战神 GTR。I am 16 tall and you don't even have a PlayStation 3, Part 4, Xbox One, or Xbox 360. I'm playing whatever game I want. I'll never give you what? Shots fired! Alright, you got this, buddy? Talk to him. My dad has a GTR.女生眼中的 GTR。哎，美女，到汉口吃饭，走不走？坐什么车？坐的。我们要坐奔驰宝马，我不要这个车。看不上这个。如果你身边还有女生认为日产 GTR 是一台破尼桑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。日产 GTR 江湖人称东瀛战神，它是一辆让欧洲车厂闻风丧胆却又束手无策的速度机器，也是性能车迷心中的平民超跑。它纯粹的机械输出在性能上更是无与伦比， 2.7 秒的零百加速，还能弹射起步。更重要的是 GTR 的改装潜力几乎无限，小改一下千匹马力轻而易举。最后，为了让更多不懂日产 GTR 的女生看到，兄弟们记得帮我点赞转发。